大家好，这里是 Rocker Troubleshooter。 当你使用洛哥产品发生疑问时，这系列影片将提供您各种解决方法。如果我们发现无论帮浦是否开机，其真空度都处于高真空状态，此即有可能是我们的浮球保护装置已经启动，因此我们要将它移除。首先旋转取出缓冲瓶，再取出滤芯组，此时即可发现真空度已经回到正常状态，因此我们再装回滤芯组以及缓冲瓶，记得装回缓冲瓶时要水平向上旋转。好，我们开机测试咯，一切正常。